你就是那日在百果寺外的姑娘，毛毛躁躁的干什么？<笑>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宁宁，竟然害怕谢先生。您出身金陵谢氏，与燕家毫无关联。这些年在京中，您与燕家看似表面无交，可您又屡次对燕陵造福。而今周莹之出现，先生更是亲自探查，选您斗胆猜测，凌霄掩藏的秘密与燕家有关。 当王室逆党，他们狼子野心，他们这么说，分明是为了影响父亲，分明是为了离间燕家和薛家，动摇圣心呐、啊，父亲。二十年前做了亏心事的，不是燕家，是薛家。你来了，我是该叫你谢大人的，还是杜君山人？薛薇啊，你别忘了。 你的命是王爷给的，宁宁，你别走。